夸张了，好吧。好，在大家点赞的过程中，我讲一下三点注意事项。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把这句话要记住。做任何事情都要，我们要学会把工具做拿好。对啊，就是好吗？好，首先第一点注意事项就是在练功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换一身宽松的衣服和舒适的鞋子啊。因为我们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身体去舒展开拉伸开打开啊，如果你穿的比较紧的话，对，穿的比较紧的话，那可能就是很难去拉伸的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注意事项就是在练功的时候注意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跟任何人比，只需要跟自己比就可以了，每天进步一点点。哎，对了，第三点的注意事项就是准备一个舒适且安静的环境就可以了，避免不要吹风，还有就避免不要在空调房间练功或者是吹风的这个情况下啊，这是不行的。苹果手机不能点两个，可以点啊，啊，我也不知道。好，第三点的注意事项刚刚说了，舒适且安静的环境。第四点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呀？练功的时候汗湿的衣服记得一定要换掉，听到没有？第四点注意事项很重要。第三，前面三点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好吗？好，第四点啊，注意啊，汗湿的衣服要及时换掉，就练功结束之后把它换掉就行了啊，又不耽误个什么事儿，好吗？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啊。对，请问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学把准备好了打在公屏上啊，哪有问号？有问号，就点按着不动，点这个热度同时点。然后它这个地方有个很小的一个小问号，一个问号，然后带一个圈儿，好像是，然后把那个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什么规则，好，它然后你把它松手，它就一直自动点啊。我昨天我自己都试过了，啊，我自己都试过了，很聪明啊，很聪明，啊，我都学到了，是不是我们那个松狮功法，好像是五禽戏的那个学员里面教我们的，啊，一教就会了，啊，好。对啊，就点点赞，好，我们就开始了。对，就相当于你可以赞它还不停的点，然后我们还可以照样照常的练功，这一点就很好啊。就这么几个人准备好了，我数一数，都数得过来，大概就20个人准备好啊，其他人都没准备好，是吧？你都没找到，找不到就算了，找不到就不找，没关系。对，好，先手腕脚腕我们先活动一下。有咋没有？你看那个你点击热度之后嘛，不是在那个框框的右上角吗？这不就有一个问号吗，加一个圈，咋没有啊？找不到就算了，没关系啊。对，就是点赞练功两无误，点赞就是增加直播间的热度，把直播间的人气往上走一走。不说了啊，没关系。好，来把胳膊先撑一撑，我们先开始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嘛，练完之后就上半年就过去了，接着进入我们的下半年当中了。所以说还没有选择起来跟我们练功的，或者没有准备好的想跟着好好练的，给自己立一个目标的啊，从今天从明天开始好好的练，好不好？行不行啊？走。没研究明白就不研究了，先练功好吧，到时候你研究也没研究明白，功也没练好，那就得不偿失。走，那就不行了，好吧。对，走，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锻炼我们的身心身体啊。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掌握好，九十，好，来把我们两个手拳头握起来啊，握住，就握起来，握虎口撑圆，然后用你两个虎口，看没？然后把我们这个腰这个地方来搓一搓，走，对，搓热，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还是好好练功啊，鬼手机不行，你看是不是？
说不能太执着啊，就是会了就会了，不会再说嘛，是吧？不会下去之后啊，学练功的时候就好好练，都是顺带的事儿。走，放松啊，对，搓一搓腰，搓热，对，走，放松一下胳膊，跟我放松一下。好，我们来先做一下简单的这个热身啊，把我们的阳气先生发起来啊，以你的腰带动你的肩，带动你的手，两脚打开啊，整个身体保持中正放松。好，用腰带动你的肩，带动你的手，进行敲打我们的肩膀和我们的后背。走，一，走，二，动起来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问号是什么？问号就是问号啊。没关系啊，不早了，不早了啊，你先好好练功好吗？啊，走，对，放松，腰带动你的肩，带动你的手，啊，把我们的肩背啊敲打起来，对，放松一下，慢慢让我们身体感受到这个觉知，醒来，走。真是不研究明白不罢休啊，可以啊，这个精神很好，走，把这个精神用到练功上啊，比如说每一个动作上面，是不是都能够去精益求精，都能够琢磨到它的深层次里面去。对，走，放松，敲打肩背，放松，对，身体慢慢的发热，对，自己应该能听得到声音的，啪，对，走，对，走，走，好，来看一下自己的手，怎么样，发红发胀没有？身体发热了没有？就是拍完之后啊，你能感觉到，就是肩膀和腰，肩膀跟你的腰会松了很多。是不是？好，下一个啊，把手拿出来，发热的这个手，是不是？然后我们来进行搓一搓，把它搓热。好久不见啊，凤翔。好，手搓热，搓到发热发烫，搓到感觉有一股糊味。好，我们来干洗脸啊，然后把手拿出来，上下，对，把脸搓一搓，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哇塞，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眼睛稍微看一下远方。好，怎么样？身体发热了没有？发热同学把发热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发热同学把发热两个字打在公屏上。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就是呼吸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早上起来练一练吐故纳新的动作，打开我们的胸腔，把气血引导到我们的这个末梢关节上去，好吗？趁这个发热的状态。好吧，好，来，伸懒腰了，两脚打开，身体保持中正，双手十指交叉，对，放圆我们的小腹，好，手慢慢的撑起来，对，眼睛看上面，看上面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个拔伸啊，对，你向上拔，顶天立地，眼睛看上面，拉伸我们的任脉，
好，看正前方，看正前方不动，吸气，走，呼气下，一，好，吸气起，走，二，呼气下，热了一点点是吧，就可以了。走，吸气，因为咱们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要练到什么呀，练到浑身出大汗，不是的啊。好，吸气起，走，呼气下，好，吸气起，走，呼气下，谁迟到了啊？有些同学应该是迟到了。好，吸气起，不过没关系，还来得及，走，呼气下。好，吸气起，不要憋气啊，呼气，好，旋转，向前，向左，好，从侧方拉起来，吸气，走，呼气，走，吸气，把身体先拉伸开，不着急，舒展开，对，撑把我们的筋骨，走，转两圈，走，再来一圈，三圈，呼气，对，一定要配合着呼吸去来，走，换另外一边，走一圈，对，这个动作还是很不错的，走，两圈，对，走，三圈，好，慢慢的回正啊，有感觉到自己的腰部、肩部有拉伸感吗？掌根再向外推，再向上，再向上，肘关节贴住自己的耳朵，要尽量的去贴。好，慢慢的把胳膊肘往后拉，双手从两侧打开，找上臂练的伸懒腰，呼气，对，落下来，有什么感觉吗？是不是指尖发胀的？好，再来啊，走，吸气，对，气什么穴？顺着我们的肩膀，往我们的指尖上去走，对，去引导。好，感谢亮的粉丝灯牌，谢谢。吸气，呼气，胸腔打开，走，再来，吸气，呼气，太卡的话，你就把那个手机的内存清一清啊，微信比较大，手机的内存清一清，清完之后你再上来看一看，啊，试试，或者是你把你的网络调整一下，走，吸气，呼，一定要把整个人的身心要打开，吸气，对，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在身处一个大自然当中。或者是面对一个广阔无际的那个大草原，对，你在那个大草原或者大自然当中，就是山里面，对，把你的身心身体完完全全的去释放开，去打开，去撑筋拔骨，对的啊。好，再来，吸气，呼气，对，不要后仰腰啊，腰不要往后闪，走，再来反方向，吸气，对的，好，呼气放松，再来吸气，好，呼气，走，吸气，指尖掌根向外推啊，指尖向外推，看没，掌根向外推，指尖往后拉，指尖再往后拉，早上好，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好，呼气落的时候，沉肩，坠肘，收手腕，动作一定要缓慢，不着急，吸气，走，呼气，要做到专注，同时要放松，吸气，呼，吸气，呼，走，再来，吸气，
好，呼气放松。对，大家要记住啊，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用鼻吸口呼的一种方式来去进行拉伸啊，把身体去舒展开。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呼吸够深，或者换气换得过来，那我很推荐大家就是用鼻吸鼻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总而言之，动作是比较舒缓，也比较缓慢，是吧？你鼻吸鼻呼也呼得过来，这样的话，你的呼吸会比之前稍微深一点点，好不好？好，下一个动作啊，双手向后交叉，这全都是在练呼吸和伸展。好，吸气的时候掌根向外翻啊，先把肩就一定要把这个地方要打开，走，吸气翻掌看上面，呼气，鼻吸口呼，中间有一个调息的过程，吸气。呼，好，再来，走，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呼气，看到没？整个后背是不是感觉肩和你的颈椎那一部分全部得到锻炼，是吧？就比如说有腹什么跪什么包的，肩膀比较厚的，其实这个动作可以多去练一练啊。走，吸气，特别是腹什么跪什么包的，走，呼气，好，再来吸气。好，呼气放松，好松，对，打开，对，慢慢来啊。如果说这个动作大家就手掌翻不过来的同学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背啊，就是后背可以稍微练薄一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的肩膀你要把它打开。所以之前我也在这个直播间教过大家的，你就找一个墙或者找一个门，你把这个手搭在这个墙上面，然后靠身体的这个拧转，看到没？这个手不动嘛，搭在这个墙作为一个支点，然后你身体去拧转，看到没？就把这个地方，就这一块，对，你要把它给拉伸开。你拉伸开之后，整两个肩膀能够打开之后，然后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稍微会轻松了很多，啊，就手翻过来会比较容易一点，好吧？啊，如果你还翻不过来的话，那说明你肩膀实在是太过于僵硬了，好吧？好，下一个动作，两脚打开，背练薄怎么练啊？有一个动作，揉肩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练到整个肩背的。好，两脚打开，掌根向外推，对，掌根向外推，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关注啊，没有关注过的同学啊，记得一下点一下。好，掌根向外推，向外推，走，呼气放松，往下落。对，像抱一个大水缸，抱起来，穿掌画圆，走，吸气，由内向外向上穿，对，伸发啊，身体一定要立起来。好，掌根向外推，推出去，掌根向外推，啊，无限向外去延伸。好，落下来，呼气，走，再来吸气。起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含胸拔背，胸要含，看到没？胸要含，背要拔，就把你的两侧的夹脊关，就是后背的那个夹脊关打开，吸气，呼气，对，落，慢慢来。感谢送的小心心，走，再来，吸气，对，好，呼气。鼻吸口呼，走，再来吸气，呼气，掌根向外推，鼻吸口呼，
走，再来吸气。对，你想象向上的时候是有一种生发的力量啊，就像那个竹子破土而出的那种感觉。走，呼气落。好，再来，走，吸气。终于可以自动点赞了，成功了，我的天。不会吧。有多少同学一直在研究这个呀，我的天。走，吸气。我们都练一半了。吸气。走，呼气啊。可以，很执着。走，再来吸气。怎么跑灰心奶奶，怪不得好久没有见到你。哎，你今天就遇到我了。这是哪里啊？这是在视频号。走，再来吸气。走，呼气。好，慢慢的落。可以了，可以了。哇塞，好，怎么样，感觉一下，调整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吸气。200万赞不是梦吗，我的天。好，慢慢落。哦，可以。好，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呼吸稍微通畅了很多，有人微微有点出汗，但不是说练的那种大汗淋漓啊，就没有让你去非常非常用劲，非常非常使劲的去对待每一个动作，基本上全都是用导引呼吸的一种方式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的这个练习，对吧？练完之后是身体的舒展式，就舒展性、肺活量，包括我们的呼吸通畅性，就等等之类的，就微汗是吧？好嘞，好嘞，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练习松伸功法上盘肩部的这个内容了。刚刚不是有个同学问，比如说背比较厚啊，你想把它练薄怎么办，是吧？肩膀比较僵硬，胳膊举不起来怎么办，是不是？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什么一练一拉伸酸烫疼，胳膊都发麻，像这种的啊，怎么练呢？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啊。好，先揉肩啊，提桶式，还是这个动作啊，提桶式。走，吸气，呼气。对，就这个动作。走，吸气。感谢大家亮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对，每天亮一个就够了，不要多，就每天亮一个。走，对，走，对，先跟我揉肩。走，还是没弄好，别弄了，我的天啊，下次我不说了，别弄了，别弄了，先练功啊。哎呦我的天，我真是佩服。走，吸气。走，身体都活动开了。走，哎，我看一下我自己能点吗？哦，自己点不了。走，走，吸气。走，呼气。得慢慢揉。走，吸气。呼，吸气啊，膝盖保持弯曲就行了。呼，吸气，呼气，有感觉吗？整个肩背、肩和后背都动起来了没有？走，哎，东方雨然啊，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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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气，吸气，呼，吸气。呼气，走，吸气，呼气，吸气，呼，
吸气，走呼气，你再研究两下，我们都练完了，我告诉你，啊，走，把整个肩和后背全部动起来，要自己要感觉到，就是有的人，比如说揉的时候，他会揉到咯噔咯噔响，啊，会有响声，走，对，动作可能不太好看，但他的拉伸的感觉是很好的，走。走，走，正常的，因为天气热，走，走，人出汗的身体都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通透的啊。对，出汗出的多，记得要及时补水，不然容易虚脱。走，对，走，走。老师都不喝，我咋不喝？走，念完再喝不行吗？你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本身就养了一种习惯啊，就是就小时候练功的时候，比如我们喝水，就说只能喝两口，就比如中间的时候你就喝两口，他不会让你，就是我们那个老师或者教练师傅，他不会让你咕噜咕噜的就一直喝。他顶多让你喝两口，然后再继续训练。对，走，走，走，哎，走，然后练完之后再去喝水。好，慢慢的揉啊，走，吸气，双揉，走。是啊，都找到要领了。走，就是站可以一直点，弓还可以照常练的那种。走，再来吸气，呼，吸气。然后问一下啊，今年上半年学到了什么？今年上半年学到了如何去点赞啊。走，吸气，就是我点赞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了。走，走，走，哇！但是千万别说在这个直播间学会的啊！你是不要说在这个直播间学会的啊！你换一个直播间。走，吸气。嗯，我反正我不认得你们，走，吸气，走，吸气，对，来这个直播间来学什么？学点赞，哎，走，走，慢慢揉，走，闭上眼睛揉。不一样啊，你闭上眼睛，把眼睛闭着，对，走，对，把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神识往里收，走，走，对，慢一点，不着急，走，吸气。你只看这个直播间，不，你还看其他直播间。走，走，跟一个戴眼镜的学会了，行吗？行，可以，反正我没戴眼镜。走，再来，吸气，走，呼气，走，吸气。呼，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哎，你慢慢跟我揉啊，一点点来，不着急。好，吸气，起势。好，呼气放松，怎么样？啊，动作比较简单，同时动作比较舒缓，但是它揉完之后
就是揉完之后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肩膀会比之前稍微要松一点点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就这两个动作它是可以完全就是把我们整个肩背就这一块就全部都可以去动起来，你就慢慢去揉，就越揉越柔软，对，一点点来，好吧。好，如果说你太用劲了，比如说造成了你的肩膀和那个就后面这个肩胛骨这一块导致它很僵硬，那你就可以上下看到没，像这样去闪动我们的肩膀，就这样闪动，对，上下闪，是吧？闭着眼睛练是不是很舒服？因为你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去了，神是收住的，好吧？对，神是收住的，对。为什么要眼神眼神，是吧？为什么站桩你们要双目垂帘？双目垂帘的时候，也是把神识慢慢往回收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你眼睛稍微双目垂帘一下，你就能够去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去。好，上下闪动啊，终于实现了点赞自动化，可以，不错，与时俱进。好，哦，对，闪动起来。早上6:35开播啊，对，你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早上我不播啊，所以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是进入下半年的状态了。走，对，把肩膀闪动起来。脚不要动啊，膝盖就尽量不要动啊，很多人走动作的时候老是喜欢就把膝盖跟着一起，这样也没必要。哎，后天练。我正常的直播是周二到周天啊，一起共修，动作比较简单，每个同学都可以练。对，慢慢来。对，就是往下闪，你听到这个肩膀这个地方闪动，它是有一个声音的。对，那个冲拳打出来这个声音跟这个是其实就差不多，对，都是一种松的表现啊，就松了之后 拳头打出来有拳风，是吧？有声音，就跟你这个闪动的声音其实是一样的。对，走，放松你的肩膀。明天练五行是吧？明天不练啊，明天休息一天。对，缓一缓，让你们自己好好把五行系好好学一学。昨天就有一个同学在群里面，就五行系的群里面说的特别好，就忍不住跟他点赞。他说什么？他说我先把动作先练熟，就他打卡就打卡。就五行系打卡三遍，然后后面就说了一句，我先把动作练熟再说。你说这个想法绝对是正确的吧。所以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都是先要把动作练熟啊，就招熟，熟能生巧，是吧？你练熟了之后你再去研究很多细节细微上的一些东西。好，吸气起。好，呼气放松。好，来再感受一下啊，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肩膀轻松一点没有，跟刚刚之前相比。你刚开始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哎，你揉着你看这两个动作你揉着还会感觉到肩膀很僵硬，是吧？因为有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如何去用劲，就导致他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老是喜欢使劲，就爱使劲的很啊，就特别是那个僵劲，我们讲着力啊，使用那个着力用的特别多，是吧？就导致有的人越练越僵，当然也有人越练越轻松，因为他掌握到了那个诀窍或者是法门，对，知道哎，我不是靠蛮劲去把我的肩膀拉伸开的，我是靠这个什么呀，比较灵活的这个劲儿，哎，看来柔和的这个松沉劲然后去走的。对了啊，所以说你看甭管你怎么样，到最后你可以这样去闪动一下，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一下。对，你看现在感觉是不是肩膀轻松了很多，对吧？好，下一个动作了啊。
肩部的动作它比较多啊，它不是说通过一个动作来帮助我们把这个肩膀拉伸开了啊，是有一个一系列的动作，从不同的角度各个角度当中把我们的肩膀拉伸开。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把手拿出来，对，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好，然后前后甩，对，就这样前后甩，对，甩起来，贴身走了。我最好的话就贴一个墙，就找一个墙是最好的。你看，我给你们做一个示范。陈，本直播间荣耀榜第一名。好，感谢送的粉丝灯牌。啊，记住啊，注意啊，旁边不要有东西啊。你看，比如说你找一面墙，看像这样，然后身体大概贴着墙，留一个身位的距离，然后前后，看没？就这样，前后这样甩。对，哎，这个就很好，能明白意思吗？啊，就是尽可能的在做动作的时候保持贴身，对，很重要，能明白吗？哦，贴身，前后甩，对，四肢，身体舒展出去，下面的步伐要稳，走，对，能明白吗？好，走，明白就好了，走。对，走，走，对，走，前后啊，要把腰要动起来啊，用腰带动肩，带动手，手臂拉伸开，甩开。对，越甩肩膀越灵活，甩肩，内头运氧，鼻吸口呼，把呼吸带上，对，然后把速度加慢下来，好，来放松一下，啊，你不要太使劲啊。还有一个就是把呼吸，鼻吸口呼要带上，啊，好，换另外一边，准备，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可以站直，不要蹲那么低，啊，蹲那么低可能对下盘的力量会有一点要求，你们稍微站高一点，对，稍微站高一点，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身体拿出来。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哎，好，来放松一下啊。对，其实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就是你学会用好自己的腰，对，用好自己的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就即可了。就比如说腰上，就轻轻的去摆动，就跟那个车轴一样啊，车就车轱辘的那个中间的这个轴心一样啊，轴心它的幅度就保持这个中间，尽量浮动不要太大。对，因为浮动的越大，它的作用的力就越大啊，这样的话我们还要用其他的力量来去牵引它，是吧，就是不让身体倒啊，或者不让身体歪啊，或者等等之类的，是吧，
所以就你只需要轻轻的，看轻轻的动一点点就可以了啊，然后把身体去舒展开打开。好，下一个动作了啊，下一个动作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刚刚我们在甩的时候，你看可能大家的这个手的幅度只到这个地方来，对吧？好，接下来就是要彻底的在上面要抱住，要合住，对，合住，合住，对，合住，能明白吗？好，来准备啊、哦，对，就是甩臂啊，因为甩臂它就是锻炼我们的两个肩膀啊，锻炼两个肩膀的这个灵活性啊，手要一定要打长，手是我们的这个门户嘛，手是两扇门，全靠全凭脚打人，脚踢人，好，所以说我们把手尽量的就放长。放长就相当于把我们这个门户打开，手的越远越好。来，预备，好，跳到这里呼吸，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哎，好，来放松一下啊，特别是在就是这个合住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两侧是吧，就腋下这两侧它的拉伸感会比你在甩的这个感觉要稍微要深一点点，对不对？啊，自己有感觉到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呼吸，不要憋气啊，不然的话你练的时候到时候这个地方会很疼，就岔气了，或者气不够啊，明白吗？好，换啊，像那个传统武术里面的通背拳，对，传统武术里面的通背拳，他们练这些动作就练的会比较多。就肩部的这个练习啊，他这个手上的这个动作，肩上的动作啊，特别多啊。好，来，甩不上去没关系，你能甩到哪个地方就甩到哪个地方，好不好？好，来，背，准备，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往那一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腰要放松，一定要松下来，要松坐，你不要站着站直挺挺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力量就容易断到你这个腰胯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去传达到哪里啊，传达到我们这个末梢关节上面来，你就更不要去想这个手能放多远了，能明白？这个劲也是收着的，所以要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肩胯要相合，腰要放松，看没？甩出去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劲，身体打开。好，跳到自由呼吸，头顶正，走，一、二、三、四、五，放松，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两个手能打住自己，说明什么？说明肩膀硬了，不够协调啊。对，甩的时候没有感受到那个惯性的存在。下盘的拉伸，走，走。哎，好，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对，手肘甩，对，甩的时候一定要感受到这个惯性啊。对，小腿紧绷，你就拉伸它，就想法子去拉伸。对，走，放松，甩。对，两个手左右荡，哎，荡过来荡过去的，走，是不是它有一个惯性，对吧？走，放松，放松。甩晕的就调呼吸，对，气息跟不上，走，哎，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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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又有改变了，走，啊，对，
都是这样的吗？今天练练这个，明天练练那个，后天练练这个，走，对，走，好，整圈啊，一整圈走，一、二，鼻吸口呼调，走，四，就把呼吸拉伸，六、七、八、九、十，好，换，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好，放松一下，好，放松一下。对，你们信不信啊？就是同一种动作，就比如说同一套动作，你天天去练，对，就同一个动作，你天天去练，你练了一个月，你还会容易僵硬。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就是天天都是这个动作，你天天去练，你到时候你后面就感受不到它的这个松了。还有一个就是还容易会练僵硬，对，就同一个动作天天去练也容易僵硬。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明白，就跟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候今天跟你说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说，可能说不，你可能不懂，对吧？或者是懵懂。哎，换一个角度跟你讲，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对，你虽然你看肩部都是在练肩部动作很多，它不是说就一个动作就能把你的肩膀去打开的，要通过不同的动作，然后就相当于通过不同的这个角度，你要从各个方面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松这个字，是吧？所以今天会这样练练，明天会那样练练啊，全部都是要让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我们这个肩膀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学会去放松，明白吧？好，下一个动作啊。啊，甩是甩的一部分，就相当于是协调性的一部分，拉伸是拉伸的一部分啊，有很多。好，还包括单操是单操的一部分，还有单操一方面的练习。走，甩，贴身，对，走，对，好，对，走，对，有的人就是你觉得练得很好，其实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导致你就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啊、嗯，提升自己提升不了。对，虽然动作很多，但是它的理是一贯的啊、嗯，就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它背后的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去诠释那个道理。就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去提升和理解这个东西，能明白吗？走，老师把你的衣服挂橱窗卖了，我没有啊，我怎么挂？你在五大山买的。走，好，换，来，对，把步子用上，走，对，有多少动作能拉伸？开步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动作，反正我觉得挺多的。你看每次直播的话，就肩部的练习都是占主要。走，好，换，你看，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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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哎，好，放松，嘿嘿，完了完了，我已经蒙圈了，你看看看是吧？是不是？这个动作不会吧？对，休息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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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是在松腰做啊？肯定是要在松腰坐胯的基础之上啊，这是必须的。所以在练松中功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把站桩的这个要领全部都要用上啊，不是你在那里傻的直挺挺的这样站着，然后再练习某一个动作，这样你气都没有办法。你看这样，其实你看，比如说我像我这样说话就特别的累，就很累，就还没说两下就感觉就很喘了。对，你看我刚刚是边坐是吧？是边做还边讲话，你看还没有那么喘，说明什么呀？说明就是你的呼吸要深了，
就你得松腰坐胯。对，能明白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累了，你老是这样提着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你看我没有说喘嘛，我没有说这样啊，是吧？对，就是在于你要把身体要学会放松，它气自然而然对就沉下来的，好吧，能明白吧？好，再来一遍啊，我们再来。好，看好，再把手拿出来，再把手拿出来，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对，右脚在前，左脚在后，然后顺着滑，划船大家会吧，叫划船，左右这样滑。哎，对了，两个手同时，对，同时这样去走，能明白吗？啊，然后注意就是换气啊，就一定要气要换得过来啊。好，来背，准备划船了，开始走，一、二、三、四、五、六，把自己丢出去，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换，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哎，好，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肩膀灵活很多了？就肩膀灵活了很多，它其实也要带动你的腰部。其实真正要说灵活，是你整个身体都灵活起来了。那你这个灵活，就身体或者肩膀灵活了之后，那我们是真正能够去通达那个松了。对，就不是说你去拉伸两下，就哎，你觉得当下觉得很舒服，那就叫松。其实不是的，就身体还有一个协调能力，而且这个协调能力有多么好呢？就这个协调能力，就相当于同样一个动作，都是我们这么多人同样的一个动作，这么多人去练，他有的人练功，比如说有的人练，他只需要用两分的劲，然后这个动作他就能达到十分的这个效果，我说的没错吧？他没有用劲，他就是带着走的，因为身体有它有个惯性，然后你只需要略微轻轻的啊，顺着这个惯性，其实我们就在武术里面叫借力用力。是吧，这个词语叫借力用力，那你其实你就借着这个惯性的这个力量然后去运用它，是不是？我没说吧，所以你只需要用个两分的劲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动作你还能达到十分的这个效果。如果你的身体不协调怎么办？你是不是发现就很难放松？你就是感觉你要用很大的力，比如说我用个五分的劲或者用个七八分的劲我才能把这个动作表达出来，结果达到的效果只有五分的效果，连五分的效果可能都达不上，结果越练越僵，越练越硬，是吧？越练越不通透，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练功除了就是说在于它的拉伸以外，还有它的协调能力，还有身体的这种通透协调运用配合，是吧？承上启下，哎，腰也要活，哎，步子要稳，是吧？它都是需要去配合去支持的，这才叫练功，知道吧？这才叫练功，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就把自己的身体全都搞清楚了，哎，怎么样去用腰啊，怎么样用腿啊，怎么样让我们的气沉下去啊，就等等之类的啊，能明白吧？好，所以这就是练功跟就拉伸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啊，就在于它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要去找到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巧啊，巧劲啊，灵活，就这些东西，好不好？好，那我们的上盘的练习啊，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了，好吗？上盘的练习其实要练的东西很多很多啊，真正一趟要练下来的话，说实话都要花很长时间啊，所以说没有关系，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对吧？把时间线拉长，比如说我们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动作都可以去好好练一练，然后从各个角度当中去提升自己，好不好？好，然后后天你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好，你想跟这个老师从头，比如说每天早上准时6:35起来跟我练的同学，记得
预约一下后天早上的这个课程，记住一定不要迟到了，好不好？因为前面的这个功法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做一些吐故纳新，身体的这种舒展，是吧？伸懒腰这些东西其实一定要去跟，因为这些动作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啊。热的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心要静，对，把心情慢慢的平复一下，对，稍微就好一点的，好吧？好，就点击这个预约是后天早上，明天早上我是不带着大家练，明天早上是我休息啊，我一周会休息一天，要劳逸结合，休息一天，然后练六天，休息一天啊，我是这样的人，对，好吗？好，那都预约了没有？好，那我就关了，我就关了。接下来我们就练下面的内容了，就腰上的这个内容和把腿上的这个内容，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啊，就两个，腰上和腿上。腰上我们可以拿出几个动作上面来，然后腿上拿出两个动作，好吧？好，我们开始了啊。好，开始。昨天的作业还没有说了，我还没，我到后面再说呀。急啥？好，两脚打开。与肩同宽，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晃腰，第一个动作开始晃腰，左右晃腰，就晃腰，就昨天练的，好吗？好，来开始啊，两脚与肩同宽，两脚与肩同宽，膝盖保持弯曲，裆部撑圆，腰放松，胯要坐，两手掌心朝上，身体要合住啊。好，在晃的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手不要散，知道什么叫手是容易散吗？就是看，这就叫散了，看没？看没？你看从这个地方看，这就叫手丢了。手在晃的这个过程中不能丢，保持它的中间线。比如说手到这个地方的距离和手到这个地方的距离是 对等的，你不管你怎么转，看没？你不管你怎么转都要对等，听得清楚吧？好，然后我们再来转啊，慢慢的走，一二三四五六，好，去吧，七八九十，先感受一下自己腰的存在啊，腰在哪里，眼睛要看到东西，不然容易晕，腰胯要松，对，每次转腰的时候它其实都有一个力从脚起的一个过程啊，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走走，对，走，这个多少能把自己晃睡着吗？不要散，省不要散啊，散的话就容易晃睡着，对，神识不能散，对，轻轻的晃，就越晃这个腰会越松啊，对，走，对，走。你不会想睡觉的原因是因为晕了吧？晃晕了，直接往地上一躺，然后晚安。眼睛看的东西啊，对，你别把自己晃晕了。所以你说你想睡觉，对，走，腿晃，对，每天其实这个动作每天就十分钟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就是你在晃的时候尽量不要带动你的膝盖，膝盖不要有拧转，就不要有这样去别，看到没？这样别的话对膝盖特别不好，就始终保持裆部撑圆，膝盖跟脚尖在同一个方向，对啊，你看，然后在转的时候腰胯要松，走的时候你看它有一个坐，看到没？坐，松腰坐胯，坐下来，哎，走，对，走，对，不要你就特别用劲，不是说啊，看没，不要这样，是很轻松的，哎，对，你看其实我是不是在画八字，你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八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哎，走走走走，哎，走，看没，走，哎，看没，是不是有一个力从脚起的一个过程，这腿蹬腿，看，走走走，哎，对，走，对，活腰，是吧？你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啊！因为你们现在还这做这个做
因为你做这样的话，其实对很多同学来讲，就膝盖不是特别友好啊。如果你找不到那个松到极致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你就先幅度不要那么大，对，轻轻的这样晃，就把腰先晃活，对，找到这个坐胯的感觉，哎，腿上的劲儿，走，对，上下要相合，上下相合，走。对，走，对，很多东西它都是相通的，力的作用，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走，对，走，对，走，手不要散啊，对，放松，对，走，好。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如果再可以的话，其实我就会非常推荐大家，看到没？就是把这个步子加上，就很有意思了，就把步子跟这个手啊，靠腰去主宰，去把它给连接贯通起来，去走。就越走越火，就越走这个腰越火，啊，越走腰越火，看没？哎，对啊，这个脚尖在走的时候始终是朝正前方，哎，始终是朝正前方，因为你裆部的这个劲儿要出来，明白吗？就裆部要劲儿要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在往那一站的时候裆要撑圆，就因为在撑圆的这个过程中，你就会用到下盘这个腿部的这个劲儿，看没？是不是有一个蹬的这个劲儿？啊，很明显，如果你这样放松，看膝盖扣住放松，你看这个劲是散的，看到没？很容易散。哎，但你撑开的时候，是吧？就跟我们之前我说过了，就是你蹲下去，是吧？你站起来，你把裆部撑圆，好，你这样去站起来就很轻松，是不是？那你如果你这样去站起来的话，就会对膝盖很不好，而且很容易别盖，别住这个膝盖，是不是？好，就这个就是晃腰的动作，啊，多去晃。对，把腰晃活，你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单操去练，就单个的操练，对不对？什么叫单操？就单独的一个动作反复进行去操练，叫单操，就这个动作啊。对，走，好，就这个动作。好，这是第一个动作，你感受一下自己的腰稍微活一点没有？啊，稍微活一点没？啊，刚刚那个上步的动作肯定是会要难一点点，因为它加了一个步伐，对，步伐的练习就可能会考验大家的这个协调能力。好，下一个动作啊，好，把腰晃活了之后，就是把你的腰向左右这样晃活了之后，走，肘关节交叉了，肘关节交叉，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走，前俯，我的天！不会吧，反弹了，反弹还挺多的啊，昨天我还记得昨天练过了吗？昨天练过了呀，但今天怎么反弹这么大了？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吸气起，哎，好，呼气下，对，放松啊，哎，你们也反弹了是吧？但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刚刚压了一下，就压完之后你就稍微就好一点点了。就如果你不去管它，不去压它的话，它可能会越来越僵硬，会越来越僵硬，就形成一个固有的这个方式了。所以时不时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啊，它的这个韧性。好，两手打开，对，两手打开，右手拿起来，看到没？左手朝下，右手朝上。对，今天你看都是一样的。说明这跟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好，把右手举起来，举高，
再举高，好，用右手去抓住左脚的脚后跟。对了，好，把身体往上贴，走，一、二，分腿压，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吸气起，慢一点，不着急。好，换另外一边，换另外一边，把左手拿出来，左手举高，举高，再举高，再举高。好，左手抓住右脚的脚后跟。哎，对了，好，把身体往上贴，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好，吸吸气。哎，对了，好，呼气放松，落。哦，看头发。好，来放松一下啊。这个前扶腰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在腰部练习当中也是必练的这个动作。它不光是拉伸我们腰部后面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它还拉伸我们的这个膀胱经，明白吗？还拉伸我们这个臀部、这个屁股这个，对，全部都有拉伸得到，好不好？好，吃饱了只能，吃饱你就休息一下，吃饱了不能练。好，下一个动作了。身体成一个大字形，指尖无限向外去延伸，什么都不要做，静下心来，把眼睛闭住。对，这个手看好，这个是两个手，指尖十个指尖，对吧？无限向外去延伸，去摸旁边的墙，再往外去摸，对，再往外去摸，把眼睛闭起来，静下心来，不着急。吸气，好，呼气下，一，好，吸气起，侧腰拉伸，把腰部的两侧拉伸开，走，二，得慢一点，好，吸气起，对，走，三，呼气下，好，吸气起，走，四，呼气下，好，吸气起，中二键，走，呼气下。对了，非常好，再来，吸气起，走，呼气下，身体侧过来，吸气起，走，呼气下。好，吸气起，两手护住自己的腰部，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后仰腰，好，准备，吸气，呼气，一抬头，二挺胯，三展胸，四下腰，吸气起，对，过程当中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好，回正的时候要把腰放松，对，把腰放松，再来吸气。走，呼气，吸气起，走，呼气，吸气，呼，吸气起，走，呼气。励志今天能努力实现到100万，我的天！走，吸气起，点赞100万还要励志啊！放松，把腰放松，走，呼气下，吸气起，对，慢慢啊，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把腰撑一撑，就是把这个腰撑一撑，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走，呼气下。对，把腰撑一撑，好，吸气起，哎，好，腰放松，双脚并拢，双手十指交叉，好，前扶腰，
再前俯腰，对，把腰放松，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不要怕疼啊，二八、二九、三十，好，吸气起，好，呼气下，好，放松一下啊，对，放松一下啊，已经到六十万赞了，就这个动作啊，就这一个动作，我想问一下，有多少同学是能够胸口贴住这个大腿的？举个手啊！昨天就有一个人在群里面就发了，啊，就是胸口能贴住大腿，啊，我估计应该会有很多人可以吧？就能的同学可以举个手，就打个一，对，能的同学打一，不能同学打二，啊，我看能的多还是不能多，啊，不能啊，还可以是吧？哦，你看这么多人都能到，不错呀，三十个人。还有没有三十二？哦，那很不错啊。那好，那都能到的话，那我们就下去之后，好，那我们下去之后，我们就把胸口贴着大腿，我们坚持个十秒钟，好不好？坚持十秒钟，来不来？啊，都能到就 OK。好，好，稍等一下啊，挺牛的，我觉得挺牛的啊。哎，不能二的，打二的人还有五十多个呀。啊，他们还很年轻，跟年不年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信你就问问他们，真的跟年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昨天看到有个同学，啊，就是胸口就贴住大腿了啊，真的就可以看得见自己的这个进步，只要你去坚持练。好，我们来准备，定十秒钟啊，下去之后，好，来，预备，走，下，十秒钟。贴着大腿，十、九、八、七、六、五、四，再往上贴，三、二、一，吸气起，好，呼气放松，怎么样感觉？啊？我的天哪，你别说你们家的小孩了，现在很多小孩真的是很搞不懂，年纪轻轻的比那个老年人都硬，真的很多小孩都这样，嗯，别说你们家小孩了，这很多刚比小学生他都很硬，按道理来小孩是很柔软，反倒就是变得很硬啊，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个不运动，第二个食物过剩啊，就食物过剩，运动的太少了，运动的太少，食物过剩，吃的太好，啊，对，好，放松一下啊，有一丘疼，还好，呵呵，好吧，但是你疼是疼归疼，对，就是疼是归疼，你说我疼不疼？就我其实我也很疼，啊，只是说你会发现练武的人，真的练武的人他的忍耐性很强，对，就是忍耐性，对，不是说憋的，就是忍耐性，就不是说哎遇到这个酸胀疼他就退缩，他反而就是我们讲就逆流而上嘛，对，不服输，逆流而上，然后去坚持，啊，很疼，我不疼，我也是有筋骨也有肉的，咋不疼也疼，啊，对，但是。不至于说，哎，碰到这个疼你就产生那种抵触，哎，不接受抵触，或者是马上就放弃，不是的，你还是能够保持这个韧性，然后继续再往上去贴，好不好？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好不好？就这个动作，我们再第二遍，我们再定个十秒钟，我们再来看，好吧？第二遍，来不来？准备啊，啊，再来一遍，来，预备，好。我是铁打的，我不是铁打的。好，走。对，好，刚才顺着，你看腰放松，顺着后腿继续往上贴。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吸气齐，对，慢，好，呼气，好，这是第二遍，第二遍了啊，怎么样感觉？第二遍是不是比第一遍稍微要强那么一点点啊？就稍微能接受一点点，你只能说是从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心理上面来去讲，就是哎比较能接受了。刚开始比如说练的少的同学，他可能还接受不了，意识难以接受，或者是有一点恐惧，或者怎么样子的，就等等都有。哎，但是你去接触了之后，然后你发现其实这个疼其实也还好，也不至于到我已经不得行的那种，对吧？后面不行怎么练啊？就是腰要放松啊，后仰腰啊，就后仰腰得练啊，你把那个腰要拉伸开，对吧？好，第三遍，第三遍，你再来一遍，第三遍啊，第三遍，好，好多了吧？好，第三遍，好，再来，要更近啊，膝盖必须绷直啊，膝盖绷直，不能弯曲。好，走，继续往下。你看，先下去的时候，这个腰就是要平，看没？腰要平，看平下，哎，顺着后腿，哎，你看没？膝盖绷直，看往上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吸气齐，哇塞！好，呼吸放松。天哪，好了，那你动一下脚，你看动一下这个脚，对，动一下脚啊。我只能摸到膝盖，怎么敢做哪些动作？每天早上6:35跟着我练，坚持练啊，坚持就把基本功就有柔韧性一点一点的去提升，好吧？对，放松一下啊。好，然后我们来回到第一个动作上面来。好，两脚打开。两脚打开，腰是弓着的，你看就相当于你们还是没有学进去啊，就没有学进去，什么意思啊？就有的人腰你看下去的时候是这样，是吧？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你看，就这样，就这个地方下不去，就是这样，啊，就这样拼命的想贴，贴不下去。你别说你贴不下去，我都贴不下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是还是不是？谁是？谁是？举个手。你就是这样的，还有你是吧？还有你。好，所以你看，后仰腰啊，你看后仰腰，你看这平常是在直播间老是跟你们讲。就后仰腰啊，你看这个腰后仰，你看就这个，你看你要首先你要把你的腰杆子就这个地方，你要稍微锻炼的要柔软一点，就是看要有一个这样的顶的过程，看顶，好，吸气起，就先练这个，就让你的腰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的变化，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对，头发太乱了啊，头发就很乱。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得要腰有一点幅度。好，当你的腰有一点幅度，或者是有一定的相对于柔软，你看，按道理来讲，你不是这样吗？是不是你不是拱圆吗？如果你的腰柔软的话，按道理来讲，你这个地方是能够，看没？是能够，这个地方是能够塌下去的，是不是？我在直播间讲过的这个，是吧？所以你要把这个地方，你看是要把这个地方。学会塌下去，身体往前够，哎，它就平了。如果你的腰是很硬的，就说哎，我没办法，我下去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就这样子了啊，是吧？那你就要想，还是要先锻炼一下自己的腰，保持腰部的这个柔韧性，哎，然后学会塌腰。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可以慢慢的往上贴，就慢慢一点点的往上贴，从腰部的这个拉伸直接就变成到哪里了，就到成了
后面这个腿部的拉伸上面的。哎，对了，对，就是要学会去塌腰哈，你塌不下去，你就先练后仰腰，就把这个腰杆子，是吧？练柔软，这不是后仰腰吗？是吧？强腰力过身气，能明白吗？驼背怎么办？把气练足，啊，气练足，你气足了，自然身形就正了，啊，就是要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来回到第一个动作上面来，就比如说刚刚后仰腰，再加上拉伸完了之后，双手十指交叉，前扶腰，对，你看，哎，是吧？松了很多吧？好，吸气起，是不是松了很多？你自己感受一下。是吧？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什么的，就慢慢的去提升自己。啊，稍等一下，我扎一下头发。对，轻松的就打轻松啊。现在可以左上角给我点个关注，不过分的吧？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光是要去练，练是一部分。就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些动作里面的一些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很重要。对，就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大家很努力，非常努力啊，这个拼的这个劲儿都有，坚持的这个韧性都有。但是如果你不懂的方法，就好比你开了一个车，你不要方向盘，你就随它跑，其实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对，那这个方法就好比你这个手就握着这个方向盘。哎，你想让它往哪开就往哪开，你由你来掌握这个方向。对啊，都很努力，都很认真，都很去拼命的去拉或者怎么样去拉啊，但是不得要领不得法，它还是没有办法放松，是吧？所以说在理的上面还是大家要去通透一下，好不好？好，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亮一个粉丝灯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学习当中来，不过分的吧？啊，如果你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你觉得老师讲得好，你确实有收获，能够真正把我们身体能够去通过一些合理的或者是很好的方式方法去把我们锻炼好的话，啊，你就跟着我一起坚持练就行了，啊，就坚持练啊，71万赞啊，你们真是厉害啊，你们真是厉害，啊，天哪，你们真是要么不研究，要么一研究，我的天，真是齐心协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我，对的啊，都亮了没有？粉丝灯牌没亮的同学就亮一亮。然后后天早上想要跟着我，就今后想要跟着我好好的练，系统的练习的话啊，你就每天早上起来6:35，你就跟着我一起来练功。而且早上的这个锻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锻炼一个人的精气神，一个是精气神，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克服自己的惰性，这就是为什么要早上起来练习的原因。就是不要懒，说白了就不懒，你想到有个老师早上起来就带你练功，是吧？带你一起来锻炼啊，我们都一起共修的这种方式，是吧？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剩下的就坚持，好不好？好，对了，好，感谢大家啊。好，如果说大家想要加入到亚洲蹲怎么还是要练基本功啊，就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你达不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基本功不够，身体的素质、柔韧性各个方向都各个方面都不够，所以就导致这样的，好吧？老师买的这个课程在哪里看？你主动联系我们，主动联系我们，联系完了之后，老师会给你发一个课程的这个链接，你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观看了，好吧？对，要联系我，然后我给大家上一下我的课程啊。对，你总如果说在直播间当中总有人觉得比如说气息不足，就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手还包括这个肢体什么亚什么健什么康的，像这样的一些学员一些同学，我非常推荐你一定要学会一套功法啊，就功法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讲就练功不懂养，百练功不长，所以要懂得练也要懂得去养，养是养什么？养护好我们这个，一个是外在的这个形体啊，一个就是内在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精气神啊，就通过这一套功法啊，五禽戏，还有包括里面有八段锦和其他的功法是作为福利给到你们，好吧？就是您拍了这个课，你就能享受到这个除了这个课程以外的其他课程的这个福利啊，我就把它整个就是融合起来了，就成为养生的一套功法啊，一系列，还不是一套，是一系列。但是我教的话，我主要还是以教五禽戏为主，
啊，通过五种动物的形态，虎、鹿、熊、猿、鸟啊，每一系里面有两式啊，通过每一式，然后帮助我们外练其形，因为五行系它就是一个象形取义嘛，是吧？象形取义就是我们过去来讲，就是仿生，就模仿动物的那个形系，是吧？以达到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肢体筋骨啊产生一定的这个作用。然后内在是怎么样？就内在我们在练习五行系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要用内家拳的东西，就是内家拳。大家知道内家拳吗？内家拳其实注重的就是在于我们内在，内是什么呀？内其实就是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就通过呼吸，通过导引的一种方式来达到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而不是一种耗，不是一种耗，而是一种养，对吧？老师，你教的那我们先。还能跟得上？怎么跟不上？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就来就行了，好不好？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然后视频什么资料都有啊，就是看大家，你要自己要去下功夫，要去认认真真的。就像我们昨天有个群里面说的，我就先把动作练熟。你说他说的多好，就是我就先把动作练熟。就大家不是在练动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就是刚开始就把动作先练熟吗？练熟了之后再精益求精。再把这个动作练好，再把每个动作的这个形式给它表达出来，对吧？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的，好吧？对的啊，好，对的，课程啊128，今天拍课程同学还会有，就是比如说像八段锦啊，里面其他的课程也是作为福利给到你们的，好不好？主要就学习五行系，其他作为福利，比如说八段锦，松溪派的一套八段锦，好吧？对，拍的同学就打一拍啊，课程就给大家上还是一样，每天就上20单啊，我加得过来啊，也发得了，太多了也忙不过来，好吧？我感觉今天能破100万赞，何止是80万赞，好吧？好，然后后面啊，我们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练一下啊，坚持练一段时间啊，坚持练一段时间没关系，呼吸吐纳有用吗？相当有用。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37岁是吧？身体比较僵硬，怎么体能前端能摸到这个膝盖？没关系，甭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坚持去练啊，迟早有一天手都是可以摸到地的。对，你不要不相信，你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弯腰压的时候动作发现什么？看一下说了什么？后仰腰这个动作。怎么发现胳膊的链接处疼？我看你是怎么做的？我就想问一下你，主要是我看不到你做的动作，光说也理解不了啊。拍的话是怎么跟我练习？60岁可以练，咋不能练？好，就是拍的话是怎么学习的？拍了之后你主动联系我们，课程发到给你，发完之后。然后你要进一下我们那个粉丝群，我们有一个五行系的粉丝共修群，对，就是这个学习群、学员群。然后我也是在那个群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上一些内部课的时候，会在那个群里面会进行通知。本来明天是要上这个内部课的，但是我想呢就缓一周，不着急，反正我教课都是这么慢，就是你们还是先把前面的动作先好好练一练嘛，后面就不着急的再去学，好吧？所以就缓个一周，不着急。好。好，我们开始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把弓步和马步以及这个膀胱经，我们一起来练一练，拉伸拉伸，好吗？好，不知道你们还有劲儿没有？不知道你们还有劲没？好，开始了没？明天早上不上课啊，明天早上不上课，明天自己去练啊。好，对，慢就是快，说的特别好。好，左脚往前，好，上一步啊，好，双手十指交叉，撑住膝盖。好，我们来开始压一压，走，上下，对，休息就点赞，走，1、2、3、4，哦，上班了，今天还上班啊，辛苦辛苦，走，对，上下走，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尖啊，这个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很多次了，要把这个胯往下压，而不是要把这个膝盖往前顶，啊。60岁满课，好，换另外一边啊，走，走，1、2、3、4、5、6、7、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换，对，继续换，对，走，一、二、三、四、五、六，对，刚该忙的就去忙啊，没关系，对，把当下的责任要去做好。练功每天都有啊，除了周一以外，走。对，弓步要练，下盆的力量是还是要适当的去练一练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好，吸气起手，起脚，好，放松一下啊。所谓的练功，其实就是一定它不是说在你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去提升自己，就是在你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觉得很难能够去坚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练功其实是长功的，非常长功。对，就那一点就是出功的时候。对，放松。啊，你们在说什么？你们不会是认为这个我年龄这么大，我能学一套五行系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什么？对，如果说年龄是以这个东西来为标准的话，其实你松松功法也练不了，就松松功法也练不了。对，好，来走外接交叉。对，你要是说你说你六十岁能不能练早上这个松松功法？我说可以练，只要你能走路正常走就可以练，啊，跟这个五行系都没有关系啊，对，跟他都没关系啊，有啥关系呢？你要想呢，如果你早上的这个松松功法可以练的话，你什么都可以练，就这么简单，啊，什么都是可以练的，因为你连松松功法你都练得了，你想想。走，开胯啊，把胯打开。老师是98年的，别问问就是00后。走，对，眼睛看前面。坚持住啊，坚持住，加油！把胯撑开，膝盖跟脚尖在同一个方向。对，胯跟撑开，还可以的，坚持一下，稍微再坚持坚持，别着急。加油啊！你行的，再坚持10秒，可以，坚持得了，坚持得了。好的，去吧。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坚持住，坚持住。好，最后10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吸气起。哎，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真的还好。其实你只要有些东西你掌握方法，就是你掌握方法之后一定会事半功倍的，比如说像这个马步开挂，你掌握到一些方法之后其实还是可以的，3分钟，最少3分钟起步。对啊，最后一会儿你坚持住了啊，慢慢来，慢慢来啊。对，走，可以，能跟我一个频率的说明你也进步了，走。好，请问你们可以坐在地上吗？
请问你们可以坐在地上吗？坐在地上能坐吗？啊，坐在地上，但是你得搞一个东西垫一下，搞个什么东西垫一下。对啊，好，可以是吧？来坐地上，慢慢来啊。好，来坐地上，把脚并拢。对，脚并拢，有瑜伽垫更好啊，更好。反正就是屁股不要接触到那个冰凉的垫面就行了啊，尽量。好，脚尖勾起来，来准备。好，调到自己的呼吸，膝盖蹬直，怎么样？已经坐半天了，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定住，定住，定住。好，放松，放松，放松。对，好，然后把胯打开。对，你看看能不能，你看你一下，你能不能把胯这样打开？把胯打开，像这样，对，撑开，分腿压，走，一，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身体尽量转过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右边一样的啊，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然后哎，往前，对，然后再往前，对，往前，你别看我练，看我练有啥用？好，往前，走，一、二。慢一点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好，然后慢慢的合拢。对了，好，然后再站起来，啊、嗯，可以了啊。好嘞，感受一下自己的脚，啊、自己把脚抬一抬。怎么样？稍微轻松一点没有？把脚往上抬一抬，轻松了没？做不了啊，没关系啊，做不了慢慢来嘛。不都是刚开始先带着大家一起来先尝试一下嘛，是吧？找一找感觉，对，找一找感觉。好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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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练不知道，其实要练的东西很多。对，你以为早上其实就单练这些东西啊，其实很多下盘的，说实话下盘光那个下盘锻炼的一些内容其实就可以单独就拿出来一节课，就一节课从头到尾全都练下盘都够大家练的，不夸张啊，搬不能搬太大，就是要慢慢来，就光下盘的这一个动作，下盘的这个锻炼，对，就是完全，但是很多人是跟不下来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跟不下来的，对，他要求的这个体能和体力都是比较高。哎，对了，哎，有其他的，哎，是啥点？筋骨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我们身体除了有这个筋以外，还有韧带，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筋膜。筋是比较柔软的，就是那个筋膜它比较硬，如果长时间不去拉伸它的话，它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啊，导致你脚都迈不出去。所以我们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拉那个筋膜，把那个筋膜拉伸开，让它变得有张力。对，我们讲这个，比如说你健步如飞呀、啊，是吧？你能蹦，你能跳啊，其实就是要靠那个筋膜的力量，它是讲究的就是那个爆发力。对，其实练就是练这个，然后筋是比较柔软的，比如说我们的膀胱筋啊这些，
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且不容易拉伤的，它主要的就是拉两侧那个韧带，就要把这个韧带要拉伸开，硬的也是那个韧带，拉伸觉得特别酸特别特别疼的也是那个韧带啊，就是这样的，好吧。你看你拉伸完之后你应该是能感觉到这个脚会比之前稍微轻松了很多，所以下盘的这个锻炼它除了就是练我们腿部肌肉的这个力量就以外啊，腿部肌肉力量以外它还要拉筋，对，它拉筋就是意味着就是要把那个筋膜它变得更加有张力啊，练得更加强大，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下盘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就是因为他不是说他的腿部的力量，腿部是肌肉都有力量，就是那个筋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坚持那么长时间，对了，好不好，对，还有包括跪坐等等都练习，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好，慢慢学吧，慢慢学，慢慢来，不着急。好，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好，准备好，下课。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哎，就衣服你就别想了，没得卖啊，你就拍我的课程吧，好吧？对，我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比我课程还贵啊。好像是的，真的，这个衣服比我的课程还贵。好，对，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好累，好累。好，我在最后一点时间。啊、哦，会也行是吧？哦，我再看吧。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找到。哦，这个都是我们在本地订的，在这个本地的那个实体店里面订的。哎，好。老师扎马步准备说，老师扎马步桩有准备动作和放松动作吗？前面的松松功法都是的。啊，就基本功的问题，你就练松松功法啊。基本功的问题就是练松松功法，说话没有数吗？说话有数啊。没有没有啊，只有课程，只有课程。跪坐就是练脚踝的啊，跪坐就是练脚踝的。好，我再讲一下我这个课程吧，就大家没有拍的同学可以抓紧时间拍一下，好吧，我一会儿都下了。这个课程是属于一套内外兼修的，外练骑行，内养五保的一套课程。啊，就是比如说，其实课程我觉得都不重要的，就是你觉得你相信我，你觉得老师讲的好，你就放心拍就对了，好吧？然后我就好好带着你练，啊，功法也要练，然后松松功法也要练就行了。不辛苦，大家辛苦了。好，推送一下。老师扎马步能说一下这个要领吗？其实马步没有什么要领。就是刚开始蹲的时候，就标准的马步不是三步半吗？三步半，然后你往下一蹲一坐，坚持，坚持，等你的能够坚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很多要领你慢慢慢慢就自己掌握了。比如，当然他刚开始有，比如说标准的马步三步半，你先把它量好，量好之后，然后往下一坐，就一坐下去就行了，坐下去，然后坚持住。练完之后可以洗澡吗？不可以，啊、脚腕的总是崴脚，跪坐。就比如说跪坐呀，然后包括那个脚底的这个墙啊，去压压呀，就等等之类的，现在可以了，立马就去站，现在就可以去站，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七点到九点，啊，七点到九点这个阶段啊，我估计我稍微等会跟大家聊个几分钟，讲一讲，我可能我就要下了，啊，明天早上是休息啊，明天早上是。不上那个五禽戏的这个内部课啊，我想的就是休息一周，让大家先缓一缓，你把之前的这个内容去巩固巩固，好不好？好，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好，到了我们今天该走的都走了吧？好，没有该走的都在是吧？好嘞。昨天我说过的，昨天我讲过的，我是不是昨天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啊，都在是吧？该走的都走了吧？不该走的、没走的都在是吧？好，
没走是吧？昨天我是不是布置了一个作业？请问有多少同学完成的举个手啊？有多少同学做到的举手啊？你得要摸着这个地方讲，就摸着他讲。你别得那个什么，不要好面子什么什么，做到就做到，没做到就没做到。啊，我不走，你也不走啊？哎，我就是说，我说了，我要把它留到最后去讲啊，就留到最后去讲。好，完成了50%是吧？都没有做都忘记了，我做了，但是我想了这，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总是忘记，很正常啊，很正常。昨天我布置的，我是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这个作业的名字叫做虚灵顶劲，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一个功法和这一个动作的要领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去，时刻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它是可以改变我们一个人的气质的，就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就比如说，就是你看一些练武的人，你看他的身形就很正，就特别的正，就是很挺拔，但有的人就看起来就很，总是感觉一副没有精神，就能量都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中它其实包含的要领，你就是要把这一个要领要做到位，就是虚灵顶劲。你哪怕你在开车，你哪怕你在开车也好，在工作也好，在坐着也好，在站着也好，不管是在什么样，只要你保持一种，比如说，是一种静止的一种状态，包括其实你走路也是一样的，走路、爬山、跑步，其实你都可以去做虚灵顶劲。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坐着。哎，你就要有一个意识，就头往上顶，好，就这种。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就是你们在做这个虚灵顶劲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哎，老师好像说布置了有一个作业，我突然想起来了，然后我就回过神来，好，我再去做这个虚灵顶劲，请问有什么感受吗？就会有什么变化吗？啊，我增到100万了，牛，太牛了。啊，有什么感受吗？就是去做虚灵顶劲的时候，把这个运用到你生活当中去，有什么感觉吗？啊，恭喜我到100万，是恭喜大家点到100万啊！你们太厉害了，对，肩会松是吧？很自信啊，不错啊，感觉腰杆子直了，怎么站着？啊，就是一看是昨天没来的。头不舒服，头不舒服太过了，呼吸更深了，气顺了，坐在虚拟感觉肩膀自然而然就松沉了，非常好啊！你虚拟紧紧一坐，立马感觉就深了，就深了。站桩课还没上啊，一下子就神提起来了。你看，就是你看，这才是真正你们去做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状态，人立马就精神了，气也顺了，呼吸也深了，提神醒脑，是吧？哎，等等等等，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能感受得到这个虚灵顶劲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里面去，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帮助大不大？啊，这帮助大吧？是不是很大啊？所以要把这个真的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你坚持个一年两年，你坚持一个一年两年。你到时候你再去看你整个你到时候再去看你整个人的气质，啊，真的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虚灵顶劲，就是把下颚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就轻轻的，不要太用力，不要太用力啊，就用意不用力，对，就下颚轻轻的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啊。站桩课里面有讲啊，我给大家上一下。对，站桩课有详细的讲解，39.9块，啊，自己拍。对，想跟我练功法的，你就拍五行系啊，就你觉得你反正我就这暂时就这么两个课啊，全都应该都是属于基础的基本功啊，就是先把身体这个命功这一部分打夯实，我就这两个课啊，也没有暂时也没有其他的课
有其他课也我也不上了，主要就是我今年我的学习计划是有变化的，啊，你就按照我这个学习计划走。对，刚开始从初级去练的话，你就先练五禽戏，就练，还有就是站桩，站桩就是正身形，然后五禽戏和八段锦之类的，就相当于是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功法里面它有导引，这个导引有多么好，我就不去说了，好吧？昨天我不是带大家练了这个八段锦吗？八段锦的练习过程中，其实运用的就是导引，还有调息，啊，还有就是调息。对，练完这个至少是汗干了之后晾一个差不多15分钟半个小时，干了之后你再去洗澡。所以要把这个虚灵顶劲呢，真的要运用到你的生活中和工作当中，比如说你做伏案工作的时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学会了之后，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孩子是吧，家里面有小孩，你要跟他们说虚灵顶劲，就这个动作你就让他们去做虚灵顶劲。听清楚了吗？就是你学会了之后，家里面有小孩子的，一定要让他们去做这个。刚开始你可以刻意，刚开始是刻意没关系，啊，对，刚开始就是做一些有为刻意的一些功夫，慢慢到后面就自然而然就做习惯了，对，就自然而然就做习惯了。你做习惯了之后，他就会慢慢就会变好，这就不会就刻意的去做，就是你往那一站，它自然而然就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对，叫一下上班没？昨天上班没有，就是虚灵顶劲啊，你不知道吗？虚无的虚，领是拎起来的那个领，领不是灵，拧起来，不是灵，是领。虚拧起来，顶劲，就下颚轻轻的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对，去找这个感觉，是的，啊，能明白了吗？好，是虚拧顶劲，啊，就是我发音有点不太标准啊，发音有点不太标准，哇，感谢大家的点赞，100万赞，是的啊，就其实就是保持立身中正，而且你会发现。啊，听不懂送个粉丝灯牌加，听不懂他跟他送粉丝灯牌有啥关系？啊，就是要保持这样，对，就拎起来那种感觉，不是那个提手牌，就是大家都答对了，就是领导的这个领，对，领，就相当于有个东西引领着我们往前走，是吧？引领着，那这个东西引领着我们往哪走？就是哪个东西引领？就是我们的百会。就这个地方百脉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拎着我们，对，就把我们这个神识提起来，对，神识提起来再往上提，对，你会发现你这个提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贯穿的，而且呼吸是比较深的，呼吸会很深，神识提起来的，神能提则起嘛，所以要提起来，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在工作的人很容易就是没有精神瞌睡，哎，你可以尝试虚灵顶劲，哎，也可以改善弯腰驼背，是可以的，啊，当然你还配合功法的要练习，因为你要把气养足，对，能明白吗？好不好？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布置的这个作业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的讲，因为你只要去做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做了，你就能去明白。对，你就能明白这个动作的好处在哪里，好吧？就不是用语言去讲就能明白的，语言的去讲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去做，哎，就跟你说这个东西有多么多么好，是吧？那不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个东西吗？就重视这一个动作的要领，哎，从而你下去能够去实践，并且去完成这个东西。好，然后真正能收获到的，那还不是你们自己吗？是吧？拍课的话，记得主动联系我们就行了。啊，就主动联系我们，对，拍课主动联系我们就 OK 了，就行了。对，课程是永久性观看的，所以随时随地观看。对，我们拍课还有一个群，啊，有一个群，这样时间长了会迷糊，为什么？什么？你说这个会迷糊是吧？太用劲了，就不要太用劲。虚灵顶劲就在于它要用意不用力。
就是轻轻的，对，一点点扣住就行了，那就扣这么一点点。对，然后特别是你在眼观鼻，鼻观心的时候，而且你的心是特别静的，眼观鼻，鼻观心，专注，心气是往下降的，跟你的肾水相融合，舌顶上颚。你看，保持坐，你看坐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像跟站桩是一样的，打坐跟站桩都是这样哦。对了，是真的，打坐跟站桩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其实不用讲这么多，就这一个要领，你把这一个要领只要掌握了，其实很多就慢慢就 OK 了。就这一个要领，最主要其实就这个要领，因为这个要领了之后，你整个身体它自然而然就正，就挺拔起来了，其他地方放松，啊，整个因为围绕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脊柱，就这一块，脊柱就是要中正，不偏不倚，中正安舒。没有什么区别，就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对，核心的要领都是一样的。对的，好吧，好，下播再见。好，再见啊，后天见，拜拜。好，大家辛苦了。